各位亲爱的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这一集的运动健康小讲堂。上一集我们练习了前踢了以后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是否感受到跆拳道的魅力呢？那么这一集老师将会教大家横踢的技术。横踢在跆拳道的技术里边虽然说是第二个入门腿法，但它占据很重要的比例。来，跟着老师一起练习。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横踢的教学，首先先看老师做一次示范，正面示范，侧面示范。前踢的基础是由下往上走，横踢的基础是直线横向变化。那么我们先找寻发力点，上节课前踢是正面，那么这节课我们横踢就要转横向，膝关节不要打上，运用弹腿的力量放松，一二三，发力点跟上节课的前踢是一样的。好，侧面再看一次，一二三，找到发力点了以后，我们就要练习路线轨迹。那么它只是在前踢的基础上面多了一个转胯的动作，正面一提膝，二转胯，重心脚跟着走，膝关节打平，小腿夹紧，然后三摊腿，四落地，一二三四，完成。再来一次。横踢在跆拳道里边是占据70%以上的得分比例，它击打到躯干是获得2分，击打头部是获得了3分。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希望你们在家里边也能够练起来哦。